梦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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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梦八点钟，就是越南时间八点钟，我们现在要去这那个槟城早市，就是去看他们早上的巴萨有什么东西。走着走着，我走到了这边麦当劳，越南的麦当劳，走进去看看。他们麦当劳没有冷气的，那刚开吧，是吗？价钱一样吗？好像差不多一样了。这个是自动哦 ，order here， 哦，比我们那边还好哎，直接付款，直接拿。在进到这个槟城市集，就是一些卖杂货的地方哦，可是我没有什么兴趣啦。来，你找一间那牛肉粉。这样你要吃什么？可以啊，先生。谢谢。一个萝卜一个面啊。那河粉你要吗？一个河粉一个面哦。这个好像是吃桶水的是吗？嗯，也不错啊，来我们加一个桶水吃好吗？还有额外给一个芝麻茶，还是我不知道要不要算钱。那没有味道的水，茶来的，茶来的，中国茶。你是叫什么？我叫布丁。没有啊，这个，这个是三色甜点。哦，三色甜点。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来，应该是椰浆呀，有那个青草呀，然后这个是那个蝌蚪粒。蝌蚪粒就那蝌蚪粒。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中文。怎样？嗯，咖啡好香哦。咖啡？对，它是咖啡布丁来的，虽然放的是咖啡。我现在吃布丁咯，咖啡加布丁，好吃吗？很好吃，它布丁很奶，然后它布丁有一点甜，所以配下去咖啡的苦味刚刚好。然后现在是要去哪一个景点？教堂。教堂啊，走这边出去吗？ Thank you。这个是他们的皇宫。他们这边之前是法国殖民地的吗？是从这边拿出来的。啊，它的 Independence Palace 就是这一栋，蛮美的哦。现在走上去了，不知道在里面可以拍照吗？应该是可以拍照吧。走着进来这边了，看看这个是什么建筑物，哎，很美哦，好像是他们议会厅之类的。哦，刚才那个应该是宴会厅啊，然后这个是，这个应该是议会厅。
现在这边走着去那个又另外一间的 Independent Palace 啊，应该是比较旧的那个 Palace。这个参观的费用也是，包在里面了，因为我们买参观两间的费用，所以总共是65000，就65000啊 ，Don。是应该是旧的皇宫，现在走着进去。啊，有冷气啊，舒服。怎么旧的有冷气，新的反而没有冷气啊？来来，回去啦。现在我走到这边来，很难得看到有一间 7-Eleven。对，现在来 7-Eleven 买一些东西，很热啊，天气。买了这一罐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是牛奶还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懂哦。Thank you， 是喝看就知道了。我讲不出是什么，像豆奶又不是豆奶的，那什么味道？可是很不错喝，好喝。啊，终于来到了这边，他们的圣母教堂在中央的教堂，可惜没有走进去，因为他们在装修着，所以只能在外面看看而已哦。来到了这边是那个教堂旁边的那个出名的邮政局，已经是有百年历史的邮政局，许多游客都是来这边，然后会寄那个明信片给他国家的朋友啊。进到这边里面来了，他的邮政局就是这样的。这边有售卖很多明信片跟一些小饰品哦，你可以寄给你的亲朋戚友，然后这边就是邮政局的柜台。邮局里面的侧角就有卖这种首饰品哦。来到这边 Lunch Lady， 上次我是看 X1 之后俱乐部介绍的这个地点，然后特地走到这边来，它的桌子上是很丰富的食物啊，给啊很多东西啊，可是不知道会被砍的感觉，有点怕的感觉，给你们大家看看它的食物，感觉怎样？可以啊，它汤看起来很浓哎。它今天应该是准备的是海鲜汤，很浓很浓的海鲜味，应该是用虾头熬了很久吧，鲜味很重。这是它面，它面很像是槟城的叻沙粉这样哦。啊，它面有一点像叻沙粉哦。对。然后他放很多料诶，有虾，有那个 finger ladies， 他放茄子，还有茄子，黄梨 ，OK， 啊，又有这一堆的菜了 ，lady finger， 还有烧肉，啊，还有烧肉啊？对啊，这就是烧肉，啊，这盘应该很好吃哦。对，但是价钱就不知道。等一下再看，他会被砍的。如果没有被砍的话，大家可以来吃看哦。好像在吃这个虾饼，这是大虾，它好吃吗？他们应该是放了很久，所以不脆了。普通，你有什么特别？这是越南春卷，看它透明的，有两只虾，一片猪肉。不懂好不好吃，
感觉你的那个应该会比较好吃。放香蕉味很重，它的酱也调得特别好吃，甜甜甜甜的感觉。谢谢老板。付了钱，你们猜猜看，那碗面多少钱呢？超级便宜的嘞，出乎我意料哎，那碗面才4万块而已耶，就4万弄换来马币差不多是7块多哎，那么大碗那么多料的，一碗面才7块多马币，你说呢？马来西亚哪里吃得到哦？而且又非常的好吃哎，所以下次如果大家有来越南，可以来这间哦 ，Lunch Lady。哇，走了很久哦，终于走到了这个粉红教堂。整间教堂都是以粉红色为主的，可是来到这边又下大雨了，所以只好拿着雨伞在那边慢慢参观了。看起来是蛮壮观的哟，可是教堂里面也是没有得到进去，那只能在外面看它的外面的建筑物而已。现在我来到了这边是 Saigon Center， 这个他们最高级的 shopping center。啊，我们食物终于来了，可是讲真的，我有点懒惰介绍了，因为其实跟我们之前吃的也是差不多一样，只是因为现在是在餐厅，所以比较豪华一些，我就先吃了啦，吃了再跟各位讲看好不好吃，如果好吃的话，下次你们有来可以来这间餐厅吃啦，拜拜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